家好，我是 Rita， 现在在信城里，从上海游轮上回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直接回到牧区。今天外面特别冷，我们这里都已经别说是长袖了，我们都穿上这种有绒的这种衣服了。今天又下雨，可以过来吃面条是最为合适的，下雨天吃面吧。那么冷吗？真的那么冷？很冷的，太夸张了。今天我们就我要羊肉面。我最近上火，在船上吃那个喝不到水，水太贵了，所以有点上火，我就羊肉面吧。点好了，你的面到了，我去拿个老干，哎，酒味。我以为呢，我点几啊？嗯，点。这老干面比较辣，你吃吗？牛肉都是大块的，味道就是不一样。等着，到底要不要干嘛？挂了吗？嗯，饱了吗？差不多。不能吃太多，女孩子不能吃太多的。吃完面条之后，刚刚说有一款车比较适合我，因为我也考虑想要换一个自动挡的车，所以他要带我们去看车。六 T 的，警察的，我能坐上去？可以。演示开关，这个？对，一键启动。不是这个啊，这个。踩，踩着开。对。光也是开关，是吧？有几个颜色？它这车有一共有七个颜色，有蓝色，有红色，有白色，有黑色。那个门口是不一样吗？哦，黑白都是。它那是黑白双色。黑白，然后上面是磨砂的那种。不是磨砂，跟那其实是一样的，我有黑白双拼的。还有蓝黑、红黑，这个双色的这个好看。双色好看。啊，可以吧？有吗？钥匙有吗？有。D 就可以吧 ？D 是倒。D 的 D 是倒档。R 才是倒档啊。R 才是倒档啊！哦，它跟这个不一样，它不一定就是跟这个。那手刹是？点一下就行。嗯，拉一下。
少开始那个自动挡，对，都是手动挡，都是手动挡。它这个镜子上面有那个是后面有车的时候它会有提示吗？还是有可以自动停车？它这个有个自动泊车，你手动的开惯了，就一有车马上我就会自动泊有点不太喜欢。嗯，